于是我就问我老婆说，哎，老婆，我可不可以约嫩模啊去外拍这样子？结果我老婆当场非常的生气，你敢给我找嫩模，我就跟你分手。哦，所以我的人像摄影之路因此而被斩断，对，但是我心有不甘啊，于是就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，买了这个专属于我的 supermodel。对，我只能玩这种小资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箱一下，好吧？这种东西是我第一次开箱，所以我心里是既紧张又兴奋的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外盒。好，这个我就这个是这个最近才出的吧？这个出没多久啊？这个是 TB League， 就 TB 联盟或者叫 Fison， 他们出的这个女战神啊，女武神啊，挪威女武神。其实我还有六分之一的，但我一直舍不得开，有空我再来开。今天我们先来开这只十二分之一的女武神啊，它这外盒是塑胶外盒，做的还不错，算是还有算是有质感的啊，像个生鲜盒、保鲜盒一样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所保鲜里面的性感女神。现在我们来开箱性感女神。哦，盒子的密合度颇高。哇，打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摄影机拍一下。嘿，这个是第一层。第一层的，好，这个是第一层，所以它是这样两片这个海绵，两片海绵这样构成第一层。因为十二分之一都很小，东西零件都超级小，第一层是这样，第二层在这里。他附一个这个叫什么台座，地台还是台座，然后就没了。所以他主要就是这样。OK，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女神群请出来哦，先把本体先拿出来。哦，这个到底是？从前面还是从后面啊？从前面拿好了。我第一次摸这种所谓的包胶，那叫什么包胶的这个人体啊？触感软 Q 软 Q 的、啊。好，这个没有头，真的看起来蛮恐怖的。所以我赶快把他的头给装上去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头，美女女神的头，算十二分之一啊，可是他做的很细致，他做的蛮细致的。应该是直接卡上去嘛，对吧、啊？哦，这个他这个胸前的护甲不小心一拨就掉下来了。不过他好像里面也没有东西啊，没有，也不会漏点，因为他根本没点。可能他自己画了。哦，我非常的讶异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这种。
那盒子的最底层有说明书。好，在盒子的最底层有这个素体的说明书。除了两层之外，那盒子的最底部还有这个包胶素体的使用说明书啊。其他没有其他东西，就这样，没有其他东西了。这样的话，包装似乎有点阳春哦，居然连这个人物的封面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头装上去，这个就是我的女神，这是我的挪威女武神，我的女神降临，这是我的 super model。好，接下来我要，那剩下配件很多、哦，有点就是自行安装啊，我有点懒得装了，所以我们先暂时这样就好了。不过好，我们还是把那个每个配件的细节大概拍一下好了，让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。这是他的面罩啊，小归小、啊，这个细节还是很多的。但是我在想，这个卡上去会不会在他美丽的脸庞造成一些刮伤啊？啊，这个会不会是他的这个肩膀的部分？对，我可能要去看一下官方的图片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他写一个 R 是右边的意思吗？应该是他的肩膀的保护的东西，盾牌。哦，这个是它的毛吧，长毛。不过这个长毛有点弯曲哦，不过它是可以弯回来的。这是它的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整体来说，整个这些配件做的都还蛮细致的、啊。这形状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弯曲，那弯曲再把它折好就好了。这是它这个台座。